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。 这次试玩第二关的 Heroic 和 Iron 模式。第二关的 Heroic 模式的限制是没有英雄和只能用一二级建筑。那么开始游戏吧。当然这次还是守两条路的交汇处，三个兵营把敌人定在那儿，好让三个炮塔尽情的输出。那么开始吧。看来狼在一级炮塔下最多这么待两炮，在三个炮塔下轻松守住。好多盔甲兵吸收的士兵的输出，看来要让光膀子穿过去了。第四波左边光膀子浩浩荡荡的开过来了，看来要在后方增加防守力量了。第四波光膀子的确厉害，犹如要崩，得后面修炮塔才行了。看来交汇处的驻防方式比较正确，这边狼一个都没放。
轻松守住，那么开始 Iron 模式了吧。Iron 模式只能建兵营和魔法院。那么故伎重演是迟呢？不过炮塔变魔法院了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这里感觉有点守不住的样子，赶紧在后面布防。不过魔法院的输出无视盔甲兵的防御，盔甲兵应该倒得很快吧。盔甲兵吸收了好多火力啊，让光膀子直接过去了。OK， 过关，还算轻松守住。那么第二关的 Heroic 和 Iron 模式都已过关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关再见。